光砸缸。司马光砸缸。错了，是司马光砸缸。司马缸砸缸。司马缸。哎，这回是你错了。啊，十一姐错了。子怡啊，你慢点跑，别摔着啊。这孩子，哎呀，多可爱呀。子怡呢？嗯。问您点事儿。啊，您说。子怡这孩子跟那个庄好吗？还可以吧。哦，那他是跟媚娘好啊，还是跟这个庄好啊？当然是跟媚娘姐好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呀，这孩子来了这么长时间，他爸爸没来探过班吗？很久没有来了，据说是经商去了，也许是被抓进修长城了吧。苦孩子啊，那你有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病没有啊？没有啊，我也不大清楚。您还有什么事儿吗？不是我呀，就是路过这儿，这不看见你们俩在这儿那个教诗呢吗？所以随便问问。哦，你忙着，我走了啊。真奇怪，哟，可甜了，我都没舍得吃。我喂你吃一个，来来来来。不用了，还没洗手呢，快吃。知道你没洗手，我洗了手来了。啊！哎呀去！哎，甜吧？嗯，挺甜的，比葡萄好吃。嗯。嗯。你干嘛不吐籽儿啊？吃葡萄不吐籽儿呢？吃葡萄吐啥籽儿呢？对啊，葡萄籽是抗老化的。我说你皮肤那么好呢，真鸡嘴。来来来，张嘴，再吃一个啊！我也吃一个啊！你咋的？爹，要不您吃一个？刚刚给你爹让座。他怎么不敲门呢？吓我一跳。怎么着？你们两个在一起，我就得敲门吗？我不是那意思，爹。什么意思啊？我，对了，爹。您说您天天的，您都待我这儿了，也不回小奴客栈照顾生意，您打算什么时候回去啊？你当着外人就哄我是不是？好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完婚，我什么时候离开。爹，你说什么呢？真是的。牛大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爹误会什么了？他误会俺俩，那个。我俩哪个？哎，我说庄阔啊，你要这么说话的话，我也把话挑明了。今天当着我爹的面，我就跟你直说了啊，你在我红贵坊白吃白喝白住那么长时间，咱俩的关系不明不白那么久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就什么？你到底觉得我姑娘咋样啊？啊，刘大人，嗯，俺真的。没有往那个方面去想啊，庄阔。我今天很想知道你的真实身份，你能不能跟我开诚布公的谈一谈你跟媚娘的关系？哎呀，算了吧，我还是先回去了。哎，你看这个人哎。你说他多不懂礼貌！哎，就这样的人你还跟着他？哎呦喂，你可急死我了！您别生气，您别生气，消消火。我呀，庄阔人不错，就是臭毛病有点多。我这些都知道，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喜欢他。也许是上辈子欠他的吧。姑娘啊，他是个公公，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，爹。现在坏人那么多，与其找个花心的，不如找个公公，就当是守活寡得了。瞎讲，不自甘堕落吗？啊？哎呀，这还像是我姑娘说的话？我这么大岁数，我都没觉着我是过来人。两条，一条，跟他断绝关系。另外一条，再找一个人。孩子，我看见你们俩在一起，我堵得很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
呀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爹，我知道了，别说了。那个，子怡怎么办啊？什么子怡怎么办？子怡是我儿子，他该怎么办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我们老刘家这祖坟也没冒着个青烟，我愧对祖上啊。爹。所以啊，我只能把这个子怡啊当做我亲生的外孙子来养着。哎，明天我们俩就回去。您回去，您带子怡干嘛呀？哎呦喂，你就甭操心了。难道跟着我你还不放心吗？看您说啥，放心放心。这不就完了吗？这子怡在哪儿呢？院里呢。那好，我找他去，把东西都准备好了啊。啊，给子怡留着。我还没吃呢，爹。嘟，不许你吃。哎呦呦呦！别抱着我！不是，那草坪啊，草坪不能踩，孩子。哎呦，哎，你在那儿弄那虫子，咬手啊，可注意点意。哎呀，这孩子折腾我，肝儿颤，把这药吃了。哎，注点意啊。哎，跟老爷说话呀、啊，刘掌柜。哎呦，秀才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么热闹，跟谁玩呢？这不是？哦，媚娘收养那个孩子呀？对呀、啊。哎，这小家伙是男的还是女的呀？这么可爱。那你，还别往咱院里撒尿，那是咱院子。哎呦喂，我小祖宗哎！快！你出来，出来，出来啊！来，哎，小静，嗯，抓什么呢？这是让妈妈打屁股去。走，咱进去啊！哎呀，你说子怡这孩子吧，现在得需要严加管教，是不是？太淘了！哎呦，这个疯子！你说我这做老……做老爷的我又不能动手打他，我来呀！怎么？哎，你干嘛去？我给他找几本书看。你能不能不大喘气？啊？对呀。哎呀，对，快坐。我也是书香门第。嗯。我家里面有三个哥哥。几个哥哥？三个。仨哥哥啊？都您这模样吗？都比我帅。还行。从小呢、嗯、父亲就逼着我们读书、哦、这个人读的书多了之后呢自然就稳重平衡，那是到那个时候你就是让他折腾他都闹不起来。哎，这个好，可是他读点什么样书呢？读点看看啊，嗯，就这个。哦，这个快快快，法古文章，解释一下，那叫一个枯燥啊！啊，绝对能让这孩子变得呆若木鸡。你给我们孩子教傻了，老成一点有什么不好吗？再说了，这个一看就是有学问的人，这个私塾先生才会喜欢嘛。行，你说我把这孩子领回去，我怎么教他？那媚娘她也不乐意。你给我们孩子找点这个。那个儿童读的那些个书啊，少儿读，哎，就是这意思。你他能读啊？我还真不多，我这儿都是一些成人读。那姐姐，我绝对不让我孩子再上你这儿来玩的。那我再给你找找看。再找去。你像什么那个，我听说那个五书六经啊。是不是啊？那四书五经，不是我这没文化吗？四书五经不在这儿吗？嗯，有呢。啊，有是吧？你看看，哇！这个家伙，好久没看了，你说？哎呦，你什么书香门第？你书香灰地？哎呀，你哎呦，别着急，这不四书五经吗？来看一下，看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满嘴的。哎，合适吧？
这个对孩子有教育意义，要读点这个书。好好，这个书我一会儿带走。好不好？好。哎，你看你看，子怡啊，会念上面字儿吗？二十四。后边这字不认识了是吧？这个字念孝，这个字啊是很重要的个字。什么是孝啊？就是孝敬。告诉你，做人呐，要诚实本分，宽以待人，严于律己，忠心报国，懂吗？哎呀，而且要孝敬父母和长辈。哎，媚娘是你的娘亲吧？是啊。你要孝敬他，那么他呢也要孝敬我，因为我是他的亲爹。你呢也要孝敬我呀，我是你的老爷。老爷啊，老爷就是你娘亲的亲爹。哎呦，这费劲。行了，臭小子，去给老爷续点水去。我一定会孝敬老爷和我亲娘的。好孩子，别烫着手啊！哎呦喂，老庄，你怎么还在刻呀？别刻了，别刻了，眼睛该刻坏了，到时候戴上眼镜就不好看了啊！戴什么？眼镜。眼镜？那干嘛的？真老土！说那大街上，你见过没有？有人在眼睛架俩小玻璃片儿。架俩玻璃片儿？哎呦，从来没看过。哎呦，你呀都快过时了，天天闷在家里，你也不出去看看。现在啊，从洋人那儿进口了好多东西。这眼镜就是其中之一，就是眼睛看不见吧，就做俩玻璃片架着。这眼睛就看见了啊！其实俺们老祖宗的东西也挺好啊，眼睛疲劳了就这样。子怡呢？哟，怎么呢？奇怪，想起子怡了？不是，突然想起他呀。啊，这两天啊，我爹闷，就把子怡接过去啊，陪他住两天。哦。对了，老庄。有些事儿吧，我想问问你。哎呀，最近啊，我爹老是催我，就催我说咱俩啥时候结婚？你啥意思啊？前几天俺也在想这个问题。你说你吧，都老大不小了，你得跟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啊。哎，其实俺俩。你不觉得俺俩中间好像隔了一个屏障吗？屏障？没觉得。哎呀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嘛。哎呀，是这样的，俺总是觉得吧。什么声音？又没声音，快说快说。哎呀，比方说，你说俺俩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跟你说会儿话。装酷装名人，我在跟你说话，你尊重我一下行不行？我说话呢。一天到晚装神弄鬼，我怎么会看上你呀？我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。还来啊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从来没伤害过你吧？你也别想来伤害我。哎，奇怪了，这是。哎，子怡啊，嗯，昨天晚上老爷给你讲的这些故事，听没听明白？感没感动啊？感动了。真的？里面有好多人都孝顺父母呢。好啊，咱就学这个啊。那老爷想考考你行不行啊？行啊。真行啊。好啊，就从这篇开始。这怎么念？百里赴任。好。
祖父母亲。行啊，我孙子。哎，这个清城汤药。哎呀，我得难为呢，不能挨着翻呢，我得。呀，哎，成，成父忧心。位神童啊，好，好小子，哎，老爷，那这肠粪忧心是什么意思呀？啊，这个肠粪呢，你现在还太小，你就知道啊，孝顺就行了，啊，你老爷、你娘亲那都是你最近的人，你就要好好孝敬他们，啊。哦，那庄叔叔呢？他不是人吗？不是，他不是咱们刘家人嘛，他是外人嘛，咱不管他。可是庄叔叔会三十六计，可厉害了。三十六计有什么厉害的？他有三十六计，老爷这儿有二十四孝，比他不厉害吗？是不是？什么是孝？什么为不孝啊？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你庄叔叔是个公公。他以后是没有后代的，所以他是个不孝之人。所以你说，对于这样不孝顺的人，咱们应该怎么办？强烈鄙视，绝对支持你。啊，那么他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人，无后吗？所以你一定不要理他，明白不明白？明白了。明白。你看过那三十六计吗？娘，子怡回来了。咦，你姥爷呢？啊，我姥爷说我长大懂事了，让我自己回来。哎呀，这糊涂老头！跪说姥爷。哎呀，你看子怡，娘啊是跟你开玩笑呢。你说怎么几天不见，你那么喜欢你姥爷？哦，他给你买好吃的了，还是给你买玩具了？那当然了，我姥爷最喜欢我了。好，那跟娘说说，这两天你姥爷都跟你玩什么呀？他没跟我玩，我一玩他就吃药，但是他跟我讲好多故事呢，都是超感人的那种，我听了都流眼泪呢。他还说我一下就长大了呢。嗯，那可不是什么好处吧？哎，这个刘大人怎么净教孩子学坏呢？你把我爹当什么人了？不是，咱问问啊，子怡啊，你姥爷都给你讲什么故事了？哎呀，就那二十四孝。哦，二十四孝有名叫吗？不是，是二十四孝。二十四孝啊，行，我翻翻书去，根本就没读过嘛。你娘三岁的时候，你姥爷就已经给我讲了一百多遍了。所以说，娘是姥爷的孝顺女儿。我是娘的孝顺儿子，是吧？哎呦，真乖，真是长大了。来，娘亲一下。哎，我都长大了，不能随便被人亲的。哎呀，长大了，小伙子了。哎、老庄呢？刚说你怎么这么叫啊？一点礼貌都没有。哎呀，没有关系嘛。刚才我听到这孩子说二十四孝有进步了。是啊，都是我爹教的，费了不少功夫呢。哦，看来刘大人为了教育子怡，真是煞费苦心了。你小小年纪，有啥好愁的？老庄啊，老庄，几天不见了，你还是原来那个样子，你都不嫌弃我冷吗？没关系了，我来问问他。你说我丢人，我有啥好丢人的？二十四孝里说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爷爷还说，你将来是肯定无后的。这怎么教孩子说这？
子夜，娘跟你说啊，你老爷的话吧，也不能全信，他有误导性啊。那个子夜啊，哎呀哎呀，你别说了，你们都出去吧，让我一个人在屋里静会儿。一个人在屋里静会儿啊？哟，子夜，你这变得娘都快不认识你了。对呀，怎么都变深沉了？哎，子夜，咱俩喝两盅去。烦人。行了行了，来，咱们出去吧，让孩子自己安静待会儿。那行，要不娘陪你会儿？哎呀，我求你了，快点吧，让我一个人待会儿，我头很疼呢。啊，哎呀，孩子，怎么让人发现？哎呀，子夜回来了！哎呦呦，快坐下，快坐下，孩子！哎呀哎呀，你可快！哎哎哎，来，孩子，来赶紧吃糖！啊，谢谢老爷，太孝顺了！哎呦，我的好外孙子！我发现啊，就是这个孝顺的人啊，他们有许多的好的品质相通啊。嗯，什么相通的？哎，就是凡是孝顺的人吧，他长大以后。他仁义啊，可是对于那些个长辈、父母都不孝顺的人，说不好，他们打你的主意。打我的主意？打我什么主意呀？嗯，况且都是我偷了他的洞。你别跑！我让你这样，子怡，你再跑，快，我把东西还给他。我没拿，熊文，快，坐好，告诉你，你把东西发给他，你小孩拿大人东西是不对的。我说没拿就没拿。什么叫没拿？那是叔叔的毛病，你再不给，叔叔发脾气了。切，有娘在，我不怕你。哟，这孩子，你再这样，俺就打你了啊！切，不要光说不动手。我的切。你以为俺不敢打你啊？你的手软得很，一点也不疼，比小四川还软呢。嘿，你这孩子不能理解你和这个。娘！大快活，对呀。娘！娘！干什么转过？凭什么打我儿子啊？没事吧？哎呀，你都打得皮开肉绽了。俺就打几下，什么皮开肉绽？怎么的？不是你儿子你就不心疼啊？他把俺几排盒子拿走了，你知道那是俺的宝贝啊，俺怎么问都不肯说。那你就这么打他，那么狠心呐？他淘气就得教训一下。子夜乖啊，娘。哎呦喂，这不作孽吗？这哪有这么打孩子的？你看这都不打错，哎呦哎呦呦哎呦呦呦呦，岳老爷，哎呦呦孩子，哎呦哎呦岳老爷，哎呦哎呦疼了吧？哎呦来，老爷给弄上啊，哎呦呦哎呦慢点，哎呦哎呦来老爷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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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疼了吧？老爷给揉揉啊，哎呦，老爷，你就带我走吧，小点去啊，傻孩子，老爷知道你受委屈了，再说了。咱们手里头啊有36计和24孝，咱怕那个庄蛋干嘛呀？你看，哎，咱有这个了。老爷，你带我走吧。说啊，啊，你这次任务啊完成的非常非常的好，你一定要继续努力。嗯，我是待不下去了。你想上哪儿去啊？你知不知道，你是老爷啊安插在他们身边的一个眼线。你得盯着他们呢，你不知道那个庄蛋要是把你娘给拐走了，哎呦喂，那他们俩要再生一个后代，我的外孙子，他们就会不要你，把你扔在大街上了，那老爷多心疼啊，知道不？嗯，可是，就算是他们没有结婚，嗯，那我娘要是知道我偷了那个36计，也会不喜欢我的。有老爷在呢吗？老爷给你出招啊，我告诉你。
觉得子夜这孩子吧，最近怎么总觉得有点不对头呢？我看你才是不对头啊！我说庄户啊，你多大的人了，你怎么跟个小孩一样？我觉得呀，你根本就不喜欢子夜，你对他有成见。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怎么还不了解俺呢？谁知道你之前的好脾气是不是装出来的？庄库，你打子夜时候那个样儿，凶神恶煞，跟个恶鬼一样。你说你这是干嘛呢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没证据，少诬陷我儿子。再说了，你说子夜拿你那破木牌，他有什么用啊？俺怎么知道啊？这孩子这段时间感觉一下子都长大了，他才十岁呀、啊！你看他说的那些话，做的那些事，你不觉得非常奇怪吗？好像是有点啊。你的意思是，有人在背后指使他？所以，擒贼先擒王。又是一计吧？阿霞藏在他背后的那个人就是。你想说是我爹吧？我告诉你，庄库啊，你刚刚打完我儿子，现在转身要诬陷我爹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刚才听到俺说你爹了吗？我懒得跟你狡辩。那行，我就问问你。你说我爹让子夜偷了你的木牌，他拿你那破木牌回去有什么用？那这样吧，俺跟你分析分析，假设一下啊。假设你爹让他拿了，分析错了，你别生气，别发火啊。其实呢，从这个角度讲啊，你爹他也是为你好。为我？嗯。你想，咱俩现在这关系，你爹啊害怕你嫁给俺以后会影响你一生的幸福。你既然把话说到这儿，那庄库，有些事儿我今天就跟你挑明了。行，挑吧。你到底对我有没有意思？哎呀，你说咱们俩这么长时间了，这个关系，哎呀，咋讲呢？平时你对俺发火，啊，你骂俺，俺都照单全收了，你还要俺能怎么样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我问你什么意思？咱俩的关系不清不楚、不明不白那么长时间了啊，怎么的？就当我是追你行了吧？啊，我犯贱吧？我贴金那么长时间，我容易吗？我刚才俺说的是打个比喻，让你别发火呀。我嘛，好了，别发火了啊！我犯贱，谁说你犯贱？好了好了，发什么火呢？火大伤心的，我给你按，我给你按摩一下啊！哎呦，轻点儿。行了，按一下啊。世风日下。不是，我昨天看到过你啊，给老庄揉脚了。再说一遍。我昨天看到我娘给老庄揉脚了。没娘啊，没娘啊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子夜，你都不知道啊，你娘啊原来是多么高傲，我拿她当白雪公主养活呀。哎呦，她怎么这个死庄库啊，她给你娘吃了什么迷魂药了？这是啊。去打探，打探出情况以后，直接向我禀报。啊，是。我去吧。哎呦，这个怎么弄啊？爹。哎呦，媚娘啊，吓死我了！你干嘛呀？这是啊？你和子夜刚才说话，我都听见了。
我说爹呀，您都这么大年纪了，怎么还跟个小孩似的，一点都不懂事儿。那怎么跟爹说话？我又怎么不懂事了？你为什么让子怡监视我？傻孩子，爹能监视，那不是让他监视穿裤子吗？您对他有成见？我当然有成见了。娘啊，你可是老大不小了，你总不能跟着那么个玩意儿吧？爹，我的事儿你别管了。对了，我还问您一件事儿，装库的木牌是您偷的吧？你长这么大看见过你爹偷过东西吗？啊，那不是人家子怡去拿出去玩儿，怎么叫偷啊？果然被他猜中了。他猜中了，他有那个道行，那是他蒙的蒙。哎，算，我不跟您说，我回去。您要是真拿了他的积木，您就还给他，那是他的宝贝。爹知道了。哎呀！哎呀！哎，我说子怡啊，你别跑了，老爷这脑袋呀转悠了，啊，别跑了。那老爷，您讲故事吧。讲故事。嗯。老爷，那24孝不都给你讲完了吗？没了。那就讲别的故事呗。哎呦，老爷哪有什么别的故事？没了啊。哎呀，老爷讲一个吧。求你了，老爷。子怡啊，你听老爷说，老爷啊犯了这个心口疼的病，啊，不能再给你讲故事了，好不好？男孩子啊，他不能老这么黏着人呐，这大了咋办呢？去，你又不让我玩，你又不给我讲故事，怎么向着你？那你非，你上你娘那去吧。我老爷没故事。你去玩去。有什么？子怡，妈，这孩子哪儿去了？子怡啊！哎呦，你别让我担心啊！哎呦，子怡啊，龙章，哎呦喂，子怡，哎呦喂，你怎么累死了？龙章，跟老爷回去，别乱跑了，走。不，我要去找我干娘，还有庄叔叔去。你找他们干啥呀？跟老爷在一块玩不好吗？走，都是你不好。我叫我偷东西还骗人，放肆！回去背诵，而且罚你抄书200遍，就抄这个24孝。下周考试。啊，还考试？还考试？不仅是考试，我还让唐有才收拾你。他又不敢打人。哼，打你？他是专门收拾不听话的孩子，什么喝凉水呀、打屁股、头悬梁、锥刺骨，他有的是招式对付您。好吧。啊。那跟不跟老爷回去？啊。好了。以后啊，学着听话点，听见没有？不能躲啊。刘大人，刘大人，三更半夜的，天还没亮，您学什么鸡叫嘛？哎，您怎么知道是我学的呀？嗯，一听就听出来了，发音位置都不对，鸡那脖子那么老长，洪亮而有共鸣，您这嗓子呀，嗯，跟公鸡比差远了，真的。
你！哎呀，你别闹了好不好？这够不够洪亮啊？我这睡意全无。干什么嘛这？病！哎呀，你不知道，你别生气，我跟你玩呢嘛。我呀，现在是上里边叫那个孩子去，那孩子现在太懒了。哎呀，要不是这个子怡呀，说不定媚娘就要了自己的孩子了。哎，我走了。子怡啊，子怡，起床了。哎呀，这孩子啊，贪吃贪睡不干活，你是不可教也呀。哟喂，这怎么睡觉了，衣服帽子都不脱了啊？啊？你干什么呀？古人云，闻鸡起舞了呗。啊，哎，子怡啊，你可不能总拿你当小孩啊，那什么时候能长大呀？有诗云，小松树快长大，绿树叶发新芽，阳光雨露不遇它，快快长大，快长大。听见了吗？嗯，可是现在才今天呢，我再睡两个时辰。你不能睡了，快起来，起来！还困不困了？想睡也睡不了了。睡不着了，小弟，背书去。今天呢，咱背《三字经》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你凭什么打我？你没挨我打吗？你可知道我为何如此的博学多才吗？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父亲对我严加管教，让我奋发图强。这个小孩子不从小管教是长不大的。什么三字经我看不懂。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，通圣人理。你现在不好好学习，等你姥爷回来我如何向他交代？我姥爷他才不关心我呢。胡说，他最疼你了。他还教你二十四孝，就是让你知书达理。你以后做了官，可不能忘记你姥爷。那他说的都是对的吗？一般都是。怎么了？他还叫我偷东西呢。偷东西？偷什么东西啊？就是庄叔叔的那个三十六计，那个小盒子装的那个什么片，他让我偷过来给他。哦，这样啊。哎，那你说这算不算偷？小孩子嘛，问题不大，以后可不许这样了啊。嗯，来，多说多说。读哪儿呢？人之初。啊，从头读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哎，我是真没想到，原来我爹还是个教唆犯。那你干嘛让他把那个子怡给接走呢？明天我就把子怡接回来。别，俺看到他头就大。还有，你赶快让你爹把鸡排还给俺吧。你怎么那么矫情啊？鸡排在我爹手上，你怕什么呀？那不行，那东西一离开俺的手，俺就害怕出什么状况。我感觉啊，那个木牌现在好像有了生命，晚上
他好像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。哪一天阿根说明的计策是什么计策？没发烧啊，净说胡话。那天你说的是擒贼先擒王。大宇宙小宇宙，俺的小宇宙感觉转不了了。天地人合一，俺的小宇在这儿，哎呀！我呀，是从刘大人那里逃出来的，他不是什么好老头，还有那个汤有才，天天逼着我学这个学那个，哎呀，一点休息时间都不让。子怡呀，不读书的孩子是没出息，知道吗？你姥爷呢，是对你好，明白吗？哎，庄叔叔问你，你是不是把叔叔的鸡排卖给老爷了？是他让我团售给他的。哎呀，他现在有24孝，还有36妓，咱怎么对付他呀？俺们要么这样，想个办法来对付他们。这样不妥吧？为啥？是糊涂，哎，我还是做个孝顺的孩子吧。这才是好孩子嘛，来。吹。